观众，大家好，今天是啊三月二号，那九月啊，今天是九月二号啊，一下缩短了半年，对不起。那么这个时间呢，是我跟陈小龙先生啊下午三点的《民进编辑部》节目，请我们的导播将陈小龙博士请进来。小龙博士你好，你好，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平好。 嗯，再次谢谢你帮我更正这个时间问题。不、嗯、用，<laughs> 我也不知道糊涂短路了，三月份了啊、呃。星期三那、呃、这个时间呢是我跟陈小龙博士的啊固定的，民进编辑部的时间。那么喜欢陈小龙先生的节目的，可以这个时间来这个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陈小龙先生在啊中国研究院星期五的节目里呢也参与啊这个星期五的节目。 那么星期五录制的节目呢，啊，会分连续三天播出，所以说有三天陈小龙先生节目。另外一个呢，陈小龙先生还有自己的一个独唱节目，就是今夜很震惊啊，时间是女儿时间，每天星期一的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对吧？陈小龙。对对对，嗯，这是我给陈小龙先生打的一个广告啊。那么剩下的节目呢？ 就是我跟陈小龙先生星期三下午啊三点钟的这档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什么话题呢？那就是啊，这个美国关于中国留学生问题的一些最新的行动和可能继续采取的更大行动的一个展望和分析。那么这个话题呢，啊，首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北德州大学呢，啊，第一次。 驱逐了十五个中国的这个访问学者，这个新闻呢，我想大家都已经啊知道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呢，北德州大学驱逐的这个事件呢，瞄准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叫什么呢？叫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啊，那么这个委员会是。 啊，中国的官方学者和官派学生的一个资助机构。那么，这个资助机构这一次是不是被美国盯上了？因为这些被驱逐的这些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的钱啊，应该都来自于这家机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从这里开始。陈晓龙先生，嗯、呃，你好，嗯，呃，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啊，在留学生当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呃，不光是一个德州大学的驱逐问题了，问题比这要大得多。嗯，所以我在想啊，这个我是不是把这个大背景来讨论一下？嗯，小平今天用了个标题，叫做“小偷不是贼”。嗯，呃，这个标题很有意思，我就从这个五个字儿开始。打问号是小偷不是贼，是打了个问号啊？哦、哎，对。嗯 打个我插一句啊，嗯，哎、我插了一句，嗯、我这个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啊，叫威廉啊，Arford 啊，中文名字叫安守廉啊，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有一本啊成名作叫什么呢？偷书不是贼啊，写中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啊，他用的是偷书不是贼这个标题，所以我顺便补充一句，这小偷不是贼，这是个问号，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嗯，对，这个其实。 小平的导师可能知道一个典故，但是我不确定哈、啊，因为他这个小小平刚才介绍他这本成名作用的这个标题《嗯、偷书不是贼》，好像有典故，那就是孔乙己，嗯，就是鲁迅的这个小说里头的一个人物，呃，经常呢去偷书，然后呢抓住以后，他会在嘴里叽叽咕咕的念叨的。 说是哎呀，偷书不算贼啊，读书人嘛，这个偷书那算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就想从这个典故往前说。当然，鲁迅写那小说的时候呢，那个年代还不是国民政府年代啊，呃，还不是共产党年代，还是国民政府时代。那个时候，鲁迅的这个说法，小说里这个说法，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社会背景，就是在民间。 还有一点，这种，这个觉得读书人嘛，这个爱书，顺一本书回家看，好像说得过去，没人把这个事儿太当真，没人说他就是贼。那么我想从从哪儿开始呢？就是从这个中国这个单位的文化开始，听起来好像离题很远，其实并不远，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着一个叫做“小偷不是贼”的工作伦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公家的东西大家拿，这个现象就意味着小偷不是贼。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企业和工作单位基本上都是国有的。那么在民众的心目当中呢，国有的财产就是大家可以占便宜的对象。苏联如此，中国也一样。 中国还有一句话，在我们这代人都还记得，就是一直到七八年，都还有很多人经常挂在嘴上，叫做“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加拿”。什么意思呢？就是直到九十年代，中国的这个现象都还存在，那就是，比方讲在工厂里头，把那个发的工作手套拿回家去拆了，打成纱，制成纱线，生船。没人觉得不对啊。 上班时候就堂而皇之穿着来了，谁都知道你家里这个市面上买不到纱线，那都是手套拆了的。然后过两天说手套坏了，再领一双，实际上就是贪小便宜。那么更典型的就是一直到七八年、七九年之前，全国各地写信用的信函、信纸和信封都都是从单位拿的，所以你会看到邮局寄信的时候。 信封上全都印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单位，其实里面全是私信。那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啊？那社会主义大家拿，这和现在知识产权有什么关系啊？哎，关系大了，那就是那种占公家便宜没够的这种心态啊。如果用到国际社会，那就和知识产权关系挂上钩了。 因为出国的人如果想尽办法再占外国机构的便宜，特别是获得知识产权方面的信息资料，把外国的机构呢当做中国的公家，那就是国际问题了。那么在两个国家之间，如果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也许对方就眼开眼闭；但是，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了，这样的问题就会被法律追究。那么，确实呢，这个华人心中啊，因为有。 一种潜在的，这像这个，这个小偷不是贼这种现象，在这个很多华人家庭呢，是他是靠家庭的代代相传传下来的。就是老一辈有时候经常会叨叨，那年轻一代听在耳朵里就自然入了心了。有这种心态，很多人就导致很多华人出国以后啊，分不清楚知识产权归属权这个边界。你、嗯、比方讲。 一个学生，你在美国的大学课堂里拿到了课上发的学习资料，那么或者是你在美国的大学实验室里，或者机构的研究室实验室里头取得了实验数据，其中有一些呢可能是属于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的不一定，可能不受保知识产权保护。那么很多人觉得学校发的嘛，我拿回家当然没问题了，是，你把你手头的东西看作是你私人的东西，拿到。 这个拿拿回家，在美国的住处问题不大的，但是你要把它拿到国内去，或者交给国内来的人带回去，这就可能触犯相关的法规了。那么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华人当中啊，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和遵守当地机构的他所在机构的保密法规这个意识是不强的。那么确实呢，以前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不太追究这方面问题。 那也这就是给后辈留下了一个不正确的印象，那就是以前的学长，呃，把美国这些机构里的技术拿回中国去了，不但美国这边没事儿，回国还能赚大钱，看来没问题啊。其实以前这样做是属于蒙混过关，现在这样做就可能落网了。那么更糟糕的就是华人做这种事儿做多了，导致美国对留学生开始防范了。 也就是用刚,刚这个小平讲的这个比喻，小偷不是贼。过去小偷不是贼，人家就睁一眼闭一眼过去了。现在是要把所有的小偷都当贼管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留学生的这个严控，当然会引起留学生的紧张情绪。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coughs> 那么谈到获取外国的技术和军事机密啊。 那当然，大家这么说，用这几个字儿获取外国的技术和军事机密，一般人都知道，哎，这当然是违法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大体上分三类：第一类呢是军事机密，第二类是技术机密，第三类是受专利保护或者还没有申请专利的研究成果。第一种可能不是知识产权，就是所谓军事机密，可能不是知识产权，也可能是知识产权，要分情况。比方说。 关于军队的装备、美军的装备、美军的设施、美军的武器，这个这些武器的性能，这些资讯呢，可能不属于知识产权，但是它属于军事机密。那么，如果你去获取美国军备、军备还有军队装备的设计、性能说明书等等，那就既是知识产权，也是军事机密。 那么，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其实留学生没有人不知道的，一个国家人设法去捞取外国的军事机密，都属于间谍行为。那么刚才谈的三种情况，第二种是技术机密，第三种是受专利保护但是还没申请或者是没申请专利的研究成果。那么后两种情况，比方讲技术机密，你比方说技术资料、样品、实验数据等等，还有这个。 研究的成果，这都是知识产权。西方国家本来对这些都是有严格的法律保护的。那么，有关非法获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如果是发生在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关系良好的国家之间，那么通常呢是通过民法诉讼来解决的。那么，很多比方讲，大学也可能他懒得去，或者是不想为了诉讼而已损害大学信誉，他就只好吃哑巴亏了，所以就。 很多问题就睁一眼闭一个眼啊，但是如果这两国家进入了冷战状态，是成为敌对国家，民法诉讼就不太有用了，因为你诉讼以后，敌对国家根本不会配合你执行法律，所以这样的话，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非法获取外国知识产权当做经济间谍和技术间谍行为来处理。 那么，中共呢？过去几十年来，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做法。第一个基本做法就是，他公然违反自己签署的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尽管各国都查办了大量的中共的技术间谍案，还有军事间谍案，北京当局到现在一个都不承认，而且官媒在国内宣传里面还谎称说啊，知识产权是人类的这个精神财富，应当是共享的。 谁拿都可以呀、啊。那么，其实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那只能说明中共签署国际知识产权的举动啊，本来就是一种欺骗行为。实际上呢，中共对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公法的态度，这方面小平是专家哈、啊。我的看理解是，中共对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公法，从来是把这些公约和公法当用来当做打人的棍子的，就他想批评西方时候，动不动把。 国公约啊，公法拿出来了。比方讲，最近日本那个冲岛的争执和韩国的，这个中共就指责日本说那个岛按国际海洋法是个礁不是岛。哎，这会儿似乎中共很遵守国际海洋法。那马上要问他一句：你在南海造的那几个岛是什么？是违反国际公海洋法的还是不违反的？哎，他不说了。 他说那是我们的自古以来的什么领海，那是纯属胡扯。所以呢，中共是他做了坏事儿招打的时候，他就装傻充愣，不承认，拒不承认自己违反了国际公约和国际公法，然后愣说这个别人指责他违法的行为，说你们那是国际霸权，他就把法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了，胡扯。这是第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就是。 中国的中共的政府和军方不断通过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非法获取西方的知识产权。那么以前呢，这种做法是私下打招呼，让国外人去做。二零一七年啊，中共居然就公开在国家情报法当中规定，任何中国公民都应当协助和配合情报工作。这一招是把海外华人推到了很危险的境地。 他等于是宣布说，在海外的华人，只要中共去找他，让他做情报工作、偷偷窃军事机密或者技术机密，他们都必须配合。那这样的话，等于他也宣布说，中共在美国实行的是谍群众谍报模式，而大批的不非谍专业谍报人员，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当中。 他们随时是可能按情报机关的指挥去承担获取情报的任务。那么，按照这种模式，群众谍报模式来，这个从西方偷窃技术机密和军事机密呢？它的活动的范围和规模远远超过美苏冷战时期克格勃的活动能力。因为克格勃他是只用专业间谍，原则上不用这个非专业间谍的，就没受过他们训练的人，他是不用的，不信任。 那么，中共这种群众谍报模式对美国的军事机密、技术机密还有知识产权，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因此，现在中美冷战开始两个月，在中美冷战这个初期、啊，在谍报对抗领域，美国的反制强度就会自然就会比美苏冷战时要大得多，因为中国规谍,谍报规模也大，谍报活动的规模和这个范围也大得多。 所以现在，呃，现在呢，这个我们在节目里反复讲过，因为中共的三项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行动，导致了这个这个冷中美冷战的开始，中美友好关系结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过去被看作是小偷小摸而忽略的那些小偷（加引号的小偷），实际上就变成了在美国的政府眼中就变成可能的大贼。 当然，讲到这儿，很多人就说你不能一棍子都打死啊。不错，是这样，不能一棍子打死。就留学生的情况是非常多样化，可能真正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人只是一小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就我想借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中国留美学生的大致情况。呃，我在知乎网上查到一篇文章，叫做《二零二零最新北美留学生专业分布及就业趋势调研》。 这篇文章介绍说呢，到二零一九年底，到美国来的这个留学生总数大概是一百一十万人，其中，呃，讲的是这个国际留学生啊，就是现在在美国的各国的留学生总数是一百一十万，其中中国留学生占四百分之三十六，将近四十万。那么，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一九年度是有将近三十七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了。 其中呢，大部分是以去念本科和硕士学历为主的，也有一小部分呢是初高中留学生，就念到美国来念初中、高中，甚至还有念小学的小留学生。那么初高中留学生和小学留学生现在在增长的比较快，但是很快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趋势会改变。那么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就中学留学生的地理分布来看的话，加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成为。 最吸引留学生的三大地区，那么第四大地区就是麻省，麻省 （Massachusetts）。那么最近几年来啊，留美学生当中，除呃热衷的学科，一个是商科，剩其他的最热衷的专业就是 STEM 专业，就是这个工程学、数学、计算机啊等等。那么 STEM 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的听众当中并不都是留学生啊。 这个多数是这个其他各个方面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跟他们介介绍一下什么叫 STEM。STEM 是指的是类似于国内的理工科那个概念，四大类学科就是 Science 科学、Technology 技术、Engineering 工程学和 ath, Math mathematics 数学，是这四个学科的第一个字母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合合组起来的。那么这个 STEM 受欢迎呢，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你比其他的这个专业就不属于这四个专业的其他专业，那么 STEM 专业有一个这个在美国毕业以后可以多待一年找工作，用用的是叫做 OPT，就是 Optional Practice Test 那个 training。那么用这个 OPT 呢，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可以合法在美国这个实习一年。 那么，在这个期间就给你提供了这个申请工作签证的机会，而这个这是讲的普通专业，而 STEM 专业学生是两年二十四个月，这一个原因，学生毕业比较有机会在美国待下来。那么其次就是 STEM 专业的含金量高，在就业方面和薪资待遇上的高出平均水平的，那么也因此呢，就比较容易拿到绿卡。那么。 在这个申各国的留学生当中，申请 OPT，就是在美国毕业以后，这个申请这个实习，想留下来申请工作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当大概是占百分之三十四。那么从美国这个工作签证，就熟悉这个在美国用工作签证将后来取得绿卡的，大家都知道 H1B，就是工作签证。从工作签证的申请情况看呢？ 中国留学生占的比例占总数，全美国每年发放工作签证，中国留学生大概占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九点八。那么就工作机会而言，是加州和纽约州的工作机会最多。要是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发展机会而言呢，最多是互联网、IT、计算机科学和计算这个数据分析，还有商业分析，这也是数据分析的这个类型。这几个方面，计算互联网、计算机。 这个 computer science 和这个 data analysis，这是近年来的就业方面的热门。二零一九年度申请 OPT 的中国留学生一共是七万二千人，占实际毕业人数的百分，就占实际毕业的当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占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80，百分之八十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本科或者是研究生毕业，是计划回国发展或者是继续深造。这个继续深造就是留在美国再去攻博。 那么，根据美国2019年 H1B 的数据显示呢，排名前十的热门热门岗位当中，七个和 Computer Science 和 Engineering 有关系，三个和 Analyst 有关系，和这个分析数据有关系，有一个和商业相关，还有一个岗位一类岗位是和商业有关的，一类岗位与教育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 Computer Science，不是 Data Analysis。 也不是 business，也不是 education，那么你申请绿卡的机会就小得多。其中呢，大概起薪最高的好像是 software engineer，就是软件工程师，年薪岗起薪的岗位是十万以上 <coughs>。那么留学生当中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还有学这个教育等等其他学科的，接触知识产权的机会呢是很少的。 而他们当中呢，寻找这个回国寻找工作的概率啊，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换句话讲，不是 STEM 这些学科，这个学生留下来找到工作机会、能够合法居留的并不多，大概十成里面只有一成左右，九成要回国。那么，但是学 STEM 的学生虽然是这个留在美国。 工作拿到绿卡的机会大大的多，但是现在也因为他们和资产捐有关的可能性很大，所以现在成了美国对中国留学生防范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刚才小平提到，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宣布驱逐这个这个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公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要他们一个月内离境，也相当于驱逐出境。 目标呢，很明显的是指向这个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因为这个基金委员会很可能承担着中国政府的间谍功能。呃，他每年呢是派这个留学人员是公派留学人员是三千多人，最近逮捕了几例，我就不呃不一一说了，比较占时间哈。但是相关的应该还有很多，但是呢，总体来讲，这个是。 自费申请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占绝大多数，而这个公派的留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呢，数量是少的。这里我想说一段跟前苏联、就美苏关系有关的事儿。这样的话，中国留学生可能就不会觉得奇怪，会为什么会发生对中国公公派学生好像是歧视，不是歧视。我把情况说给大家听，就知道了。 美共产党国家和美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就算在美苏冷战的时期也没有中断过。美国以前呢，出版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做《悄悄的自杀》（Silent Suicide），介绍了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作者介绍的是美苏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大量技术援助，帮助苏联建立起了完整的军事工业。结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工业体系。 又帮着中共建起了他的军事工业，然后最后，美国的技术成就了两个红色大国，然后反过来都成了威胁中美国的手段。那么这本书里顺便的介绍到了苏联留学生的情况，我现在介绍一下，大家听一下，做个参考，就会发现和中国情况差不多的。呃，这本书里提到，美国国务院有一个留学生交流计划。 那么看起来呢，这是表面上没有什么害啊，就是双方大学生到对方国家交流学习嘛。但是，就是这样的交流学习给苏联带来了明显的军事好处。比方讲，这个书作者说，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间，是一百六十二个美国人到苏联学习，一百七十八个苏联人到美国学习。从数字来看呢，双方差不多，但是差的多的是双方学生所学的专业不同的。 在美国的苏联学生，就是讲的是六五到六七年期间啊，在这两年当中，这一百多就是一百这个七十八个苏联人学化学、冶金、工程、物理和数学的占一百二十一个，那么这些专业都不是他们个人自己选的，是苏联政府为他们选的，目的是让他们学到了知识之后回到军工部门去服务。那么反过来。 到苏联去学习的美国学生是一百六十二个，他们的专业呢？美国政府没有规定，呃，爱学什么学什么，反正是交流嘛。美国是自由国家，所以学生可以自己选。哎，美国学生选的是历史、文学、俄语、政治学、法律、教育学。这个一百六十二个美国人当中，一百四十七个人学的专业在这我刚才讲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本书悄悄的自杀，这个作者就质疑。 说美国人在苏联主要学的是历史和文学，而苏联派到人、派人到美国来，这些留学生呢，是为了收获美国工艺技术的果实，以便用于军事。这叫交流吗？他是他这个这位作者认为啊，提出这个问题有道理的。真正的交流，其实在美国和苏联两国之间是学术交流是不可能的。比方讲，苏联人非常想派他们的专家到美国的实验室去。 理由是学术交流，但是你休想让美国的工程师到苏联的实验室去。你要是硬要去，他就说你是间谍。大家想一想，这情况不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的状况吗？中国哪个大学、中国的哪个科学研究机构里头有美国访问学者可以自由在那里做研究、做实验？他早把你当间谍看起来了，完全不接受。你连。 尽量的实验室的门儿都想都办不到，所以中共呢要求说，比方最近中共这个一个外交部的官还提出来说，对对，刚才讲的北哲的德州大学这个驱逐中国官派留学生表示抗议，说美国的大学是应该开放的，要对大学实验室要对中国开放，但是，请问中国的大学实验室对美国学生自由开放过吗？从来没有过，那这叫交流吗？ 这叫白占便宜。正是因为这个美苏冷战的教训，所以中美冷战开始以后，美国现在开始考虑啊，限制中国官派的留留学生访问学者，包括那些用 F 签证就是学生签证来美国留学，但是呢有军方或者军工背景的人，比方讲军事院校毕业的来美留学生，或者是虽然是非军事院校，但是他的院校和军工部门有关系的，从这些大学毕业的来美国留学生都在。 考虑范围内，小平，好了，我先讲到这儿啊。小龙先生开了一。